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9年8月8号星期四，农历是七月初八。好，那么听众朋友们，下个星期四呢就是中元节了啊，希望大家多念经多吃素啊。好，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 Hello。 你好。 Hello， 你好，师傅你好。我想要问一个亡人。请讲吗？陈，东城，吉，米字旁，一个开工大吉的吉。米字旁什么旁啊？是开。女字旁啊。米字旁，米字旁，啊、对对对。女字旁一个吉利的吉。对，言女字旁一个开。啊。去年释迦牟尼佛诞往生的。这个人厉害，这个人已经超出六道了。哈哈，感恩师傅，这就是我的孙女来的。是你的谁啊？是你的谁啊？我孙女，我孙女，我孙女。啊，你孙女啊？啊，上次师傅跟他看过图腾，说他的脑有瘤的，然后就走了。他怎么会？他怎么会跑得这么高的？他可能就是来还债的吧？是的，感恩师傅，我也跟他。许愿的这个1000张在2021年的他的忌日2月15日。他很厉害，他很厉害。你等等啊，我看一下他是什么来历啊？哦，他真的在，哎呦，很高，很高啊！声闻道，哎呦啊！声闻道啊，还需要再抄给他吗？我已经许愿了，要给他1000张在2021年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不要再给他了。你小房子还上得去了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没了。哦、好的，好的。好的好的，感恩师傅。难道师傅可以跟我看莲花吗？3039。哦，很好，在天上了，很好。在天上，师傅就是有一次我打过电话给你，我是61年的牛，告诉你说我鼻子有问题吗？你说我鼻子有鼻窦炎，然后我就检查了，真的我的鼻子有鼻窦炎。但是是良性的，是要手术吗？师傅看见了吗？师傅厉害吧？厉害，师傅真的很厉害。很感恩师傅，很感恩菩萨。自己好好的相信，观世音菩萨，好好念经啊，听得懂吗？一定。师傅看到的，你们看到的，你们身上的这些毛病啊，你去一查就查出来了。现在是良性，是良性的。应该是问题不大，我觉得先吃一点那种六神丸呐、或者穿心莲啦、来消消炎，然后呢来，他因为是，他现在我不知道消得下去消不下去，可能要吃抗生素，好的，好吧，你要是抗生素吃了之后能消掉最好。消不掉的话，你可能还得动手术，明白了吗？雷射，医生是说雷射。雷射把它消掉也可以，但是我觉得，我觉得你先吃抗生素吧，看看能不能消掉，好吗？好的。那么小房子还需要多少张？我自己本人。小房子要230张。230张，是不是还能够可以帮忙看一个亡人吗？吴旺祥。口天吴啊。口天吴。啊，一个字，一个亡。一个吉祥的祥，也是在18年往生的。吴旺祥，啊，他在阿修罗，阿修罗需还要多少张师傅？试试看吧，再给他86张试试看吧。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好了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菩萨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师傅你好。你好。感恩师傅，麻烦给看一下我妈妈那个身体，47年的属猪的。47年属猪的。对。她那个现在身体浑身疼。她的姐哟。对，她虚岁，属猪的。很麻烦的，你要叫她，她现在修心念经了，还吃荤的，还吃素的啦？她吃素的，吃全素，16年许愿的。叫他不要吃鸡蛋了。哦，好了，感恩师兄，感恩师傅，对不起。好吧。好嘞，然后再看一下那个，他还那个什么，已经放生了4000多条鱼了，就是
近期他这个身体他需要多少小房子？一千五啊，一千五，一千五，一千五，不是一千五百条鱼还要？是吗？他身上有没有大灵性？有啊，嗯，有灵性。他像那种海里的那种像海藻一样这种东西，就是、oh. 黑黑的缠住他，嗯、嗯，所以他身上的血液一定不好。对，他是那一次师傅给有缘，那一次6月15号正好我们冲完号，你看他那个血脉不和，还说他那个腰椎不是很好。对呀、啊，那个就是这个毛病、嗯、明白吗？1500条鱼还是1500张小房子？没有，1500条鱼，小房子小房子先念69张，好吧？69张，嗯，好嘞。那他那个什么，因为我们近期可能会回去的，现在关一场。很怕他那个身体就是恢复的，有没有痛风或者风湿之类的？嗯，他身上会的，主要是我刚刚看到的那些海藻啊，海带像、嗯、不像海，就是有点像海带，实际上一定是一种水下的一种活的生物，他一定吃过很多海鲜的，明白吗？当时以前我们就是老吃那个什么做那个，就是海鲜那都是他做的，因为我妈妈毕竟是家庭。哦，是那个就是那个活虾呀、啊、都他做的，非常可怜的，也是我们错了、啊、让母亲做了这么多业，你知道吗？对呀、啊、就是这个呀。嗯，赶快帮他念，帮他多念点小房子吧，好吗？小房子就是6几张，就是那个近期是吗？对呀、啊、我今天在菩萨那个咱们那个观音堂又许愿108张，3个月完成，就因为他疼了，我就求菩萨治疗他那个全身疼痛，然后治疗去他那个所有的那个业障，然后放生就是又许愿2000条，就是近期也是3个月完成，就治疗他身体疾病，让他不要疼痛了。他疼的每天就是吃那个止痛片，很痛苦的。我也是啊，这就绝对就是海鲜呐，像这种病嘛，绝对是海鲜呐。往生咒他现在每天念78遍，那次师傅说87遍吧，87遍好像是。嗯，每天、就是这样。嗯，他还需要注意什么？没有啊，就是叫他求观音菩萨让我。要跟他关心，不要讲，让我不要痛啊，不要痛啊，不能痛的。一般吃海鲜吃的太多的人，再喝酒的话，他会痛风的呀。嗯。哦，他现在就是把那个鸡蛋给他那个什么许愿戒了哈。对。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情？就是要多念点往生咒呀。嗯。嗯。一天48遍不够的，48遍不够的。那往生咒大概多少遍？往生咒至少69啊。69遍哈。好吧。嗯，好嘞。好。还师兄，那个师傅再给看一下那个93年我那个双胞胎儿子，他今年想申请就是来那个澳大利亚那个上学，他是学商科的，大概他选了几个，一个是悉尼的大学，一个是那个什么墨尔本的。哦，但墨尔本的好像比较好一点。嗯。墨尔本的比较容易批准的，嗯。哦，是他昨天晚上倒是那个在那个观音堂，他问菩萨了，说大概是那个在哪个地方比较合适，学哪一个科，他学的商科，学哪个专业更好一些，就是。嗯。他好像是。哎。好像跟数据。嗯。那个数据他说的。哎，数据嘛，就是跟数据应该跟商科有关系，嗯。对。好吧，好好的让他学吧。嗯嗯，孩子要进步、嗯、要努力，到了海外不学佛的话，别让孩子出来，出来了之后这里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吃喝嫖赌全是合法的。是呀、啊、听得懂吗？他们主要是前、啊、17年前年来说，不是那个师傅记得那两个双胞胎男孩、啊、嗯，那个什么，我想让他过来到师傅身边来啊，没关系的、嗯、一步一步吧，都可以先出来再说吧，好吧。嗯，好嘞、啊、好嘞，好。嗯，那个师傅，那我们家那个，嗯，我的那个还，我开始我那个还注意什么？因为我可能有、嗯、没有什么，就是经常如履薄冰的生活，好吧、嗯？要经常爱众生，不要太自私，菩萨一定会帮助你、嗯、爱你的，明白了吗？菩萨真的是一直很慈悲，我们是，对呀、啊，对啊、嗯，好了，是。好了，感恩师傅，祝师傅发展康。嗯，好嘞，拜拜。嗯嗯。喂，你好。
嗯，感恩菩萨，感恩师傅。同修业障，同修自己背。请开一个1982年的属狗的女的。1982，属狗的。对对对。1982年，1982年属狗的是吧？对对。想看什么奖吗？他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把房子卖掉。他念经不啦？念经念经，同修。让他去放300条鱼、啊。小房子呢？小房子46张就可以了。他现在300条鱼放了，就慢慢能卖掉了。他打胎还在吗？几几年属什么的？82年属狗的女的。82年属狗的女的，嗯。哦，还有哎，还有一个。这个需要多少张呢？56。哦。他家的佛台和气场怎么样的是吧？还好啊，他好像放在房间的右面的吧，那他家里还有灵性吗？左面墙顶上还有一点散灵，听懂吗？师傅，他想问他家里还有灵性吗？左面房子上面有灵性，散灵。需要多少张呢，师傅？27张就够了。好，是一段，是一段，就是像人家古红木的这种本色的那种木头雕刻的东西，它已经惹灵性了。现在我看着它整个这段家里的，不知道哪一块木头是雕的木头，里边有灵性在它的左上面。好啦，感恩师傅。请师傅给同学改一个名字，她是1964年属龙的女的，有六个。1964年属龙的。对对对，女的。456。有六个。念一下吧。潘新云，潘金云，潘金云，潘天云，潘静民，潘云明。第二个叫什么？潘金什么？潘什么金啊？潘金云。金是黄金的金，云是芸芸众生在草字头那个云。第一个叫潘星云啊。对，那个星是三个金字，云就是云彩的云。这两个都可以用第一个吧。潘星云。他的确是缺金啊，他缺金的。是，上次师傅帮他改看过，说他名字里水太多，缺金。感恩师傅。请再开个莲花，师傅。14157女的。14157。莲花好，他修得很好啊，师傅。修得很好，莲花看不清楚哎。看不清楚。14157是吧？对对对，不好啊，真的不好。他是不是帮人家什么婚姻啊去弄断过人家，有没有啊？这个不知道，去问问大概有没有做过什么缺德的事情啊。他认为不缺德，实际上是缺德的事情，有没有？我们好，最后他的图腾颜色和业障比例属什么呢？刚刚讲他是属马的女的。几几年属马的？90年属马的。偏深色的，棕色的。棕色的，他的业障比例。我告诉你不会错的，他修是修得很好，但是他做错事情，缺德了，缺德了，缺了德了。叫他自己去，叫他自己去忏悔吧。108遍礼佛。108遍。好了。他一定缺德了。你就问他，他自己会知道的。好吗？好，感恩师傅。
嗯，好好好好好了好了好了，嗯，好，再见，好，感恩师傅，再见，嗯，再见再见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